大家好，最近呢有一些粉丝啊让小编推荐一些青岛郊区的一些便宜又好吃的地方。今天呢小编就带你来到了即墨兰村的一家自助餐啊，这边是29一个人啊，非常的实惠。这是一家新开的自助餐，小编到的时候是中午，下面小编就带你看一下29块钱在这里能够吃到啥。我们先从这个前面开始看啊，从这边挨着看啊，这边是四种水果，砂糖橘、香蕉、橙子和柚子。这边呢是一些糕点，然后呢这边是三个罐头，大家喜欢喝罐头汁的也可以咬一些啊。然后这边是大麦茶，这边呢是香肠，这边呢是爆米花，然后这边还有烤鸭，这也是他们家的特色啊，烤鸭。29块钱的自助还能吃到烤鸭，现烤的。然后这边是现包的水饺，一共有八种，看看都有啥啊。现包的韭菜虾仁、韭菜鸡蛋、酸菜猪肉、白菜猪肉、鲅鱼水饺、牛肉萝卜，还有韭菜猪肉、芹菜猪肉。然后这边是吃水饺的一些蘸料，这边呢是两个饮料，然后这边是一些炸的啊，然后还有你看还有带鱼。然后这边应该是酸菜炒猪肉、麻辣烫，这边是一些小凉菜，适合蘸着酱吃的。然后这边是三个海鲜大咖，海虹。小编来的有点晚啊，你看，蛤蜊。然后这边是香螺，这边是烤鸭，就是刚才那边烤的啊。然后这边是排骨，排骨啊。然后这边是一些凉菜，还有鱼皮。这是猪头肉、肉冻，还有鸭头、鹌鹑蛋。这边呢也是拌的一些小凉菜，然后这边是热菜，这边有一道是干煸芸豆，现在已经没了，炒茄子、豆皮儿、曲奇和这个水饺，待会儿尝一下。韭菜虾仁的比较受欢迎，现在已经没了。现在啊，咱是虾仁的是吧？虾仁啊，我们拿点虾仁，拿一个虾仁尝。咱是鲅鱼水饺啊，来鲅鱼水饺。鲅鱼水饺，这两块吧，先点多了四五六啊。这位美女在这测了一轮了啊，你看这个感觉怎么样？这边这29能挣到钱吗？这39我觉得都赔钱。确实是很超值哈，这边你看什么海鲜，什么还烤鸭，什么还有那个带鱼啊，水饺，还有虾仁的水果，种类还全，70多种。刚才问了那水饺蘸着这个辣椒啊，西安吃辣的，蘸个辣椒酱。水饺蘸着个蘸酱特别好吃。这是什么馅儿的？鲅鱼馅儿的。啊，鲅鱼馅儿的。这29块钱，我天！我就是39都赔钱。光水饺感觉也吃回来了啊，是吧？这么实惠的自助餐可以说是非常超值了，不过小编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一定要跟老板说一下。哎，老板，咱这个我能不能给咱这个店提点毛病啊？哎，这个我看咱这个店吧，就是总体上口味挺好的哈，种类也很多，就是
就是我蹭的旮旯的时候吧，就有点沉哈。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阿姨私心来的，就是稍微那个，工作没干什么，我们下次一定要改正。好，那我那个反正这个店吧挺好的，我下回再来这个地方，确实还实惠。行，我们一定自己多注意。